哇塞，大爱哦！这个好美哦！好，请准备。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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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在婚后进入双溪国中任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他成功的走入职场，塑造出坚毅能干的职业妇女的形象。我就真不稳啊，就是这样。刚那一场我是演一个就是嬉皮笑脸，然后胖胖就是动作很迟钝的一个主任，然后原本是要指定苏怡老师教学生跳啊，苏怡老师说你是主任，你也会当评审，你也要懂一点吧，然后主任就要硬着头皮去学跳，就跳乱七八糟，晕头转向，来转转转，哎呀，主任主任，哎呦，小心，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有谁可以帮我跟苏怡一起跳？你看我这个样子。让你生笑话吗？好啦，这我们试试看。好，再试哦。等一下，等一下。啊，这边手放在我肩膀上。Hello， 我是婷婷，这次演的是素玉这个角色。那么呢，我们今天要拍的是这个土风舞的部分。一二三前，然后嘞，转圈对不对？对，一二三前。我们要去那边跳一点，或者我们转圈就立定了，就立定。对，然后一样，对，压住。对，其实我们的女主角比我还会，但是等一下我竟然要教她。慧君姐，麻烦你了。其实啊，今天婷婷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她要假装就是很会，然后今天真正教我们的老师会来，她还要假装教那个老师。对，重点是要教老师，而且那个老师还跟她讲，你口诀要背好哦，你那一天要教我们哦，不要把我们教坏哦。压力很大。对，要交代说不要教坏，不要教坏哦。来，主任，你跟着我的口诀哦，好，来，后退两步，越门步，越门步踢。后撤踏步，下沉，来，我们要转圈了，来转圈，好，来转回来。哎呦，我真是新手，我就紧张的，你看我，我教老师呢，老师好可爱，脸都红了。你知道教老师的那种压力有多大吗？老师还说就这样哦。那时候心里面的压力就想说，哇，老师说就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没有把它做好？所以呢，今天在这个诠释上面有一直用这个口诀在记，就是啊，越门步来踢来踏什么什么点，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在记忆。那好险的这个慧君姐哦，我真的说她根本就是出戏来跳舞哎，她那个什么舞哦，她只要一跳过，她都记得了。所以其实偷偷的是她在带领我。那个年代的土风舞啊，在以前的所谓的三地部落是一定要跳的，在学校是必修课程，然后到每天的晚上七点，在部落会广播，就那个、啊、先放中华民国颂，之后就说，接下来七点是土风舞的时间，请大家有空的朋友悉家带卷，所以有些基本上土风舞都还记得。没有人想得到。慧君小时候在部落学习的土风舞，有一天可以在拍戏的时候派上用场。其实，在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无心插柳的巧合。我今年特别有这种流浪动物的缘，对啊，就想说是不是我今年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呢？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毛小菊，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请大家。多多照顾我哦，感恩，感恩，要讲，感恩。吴盆师姐当时也只是单纯的想要把土风舞跳好，没想到婆婆来学校看见她认真快乐的模样，因此更认同吴盆成为职业妇女。啊，弟好好上班，过来学跳舞哦。无啦，就这阵嘛哦。
好，要办迄土风舞比赛啊！啊，我就先甲老师学，学会晓了后吼，就会当教学生啊。哦，原来是安尼哦。哇，啊，学校内底要做代志阁真多呢，原来足认真嘞吼。嗯，啊，不过我做甲真欢喜啊。我看会出来。这戏里面我演的是吴鹏师姐的婆婆，大概要从40来岁演到70几岁，所以这个年纪的这个层次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需要一点点的想象力。其实那个角色的层次哈，真的要从我们平常的观察来，因为我们实际上体验，而且现在的人普遍一般接触外界接触资讯比较多，所以我们比较不显老。但是在以前那个年代哈，真的受过那个生活的风霜以后哈，真的会被压榨到好像人年纪还没到，其实人就已经老了。所以这个层次的表现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啦。譬如说就声音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平常我是配音员，所以我可以从大概10岁。我可以从10岁，或是5岁，或是7、8岁吧，啊，可以到中年40几岁，可以到80几岁，大概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些声音的平常声音的训练可以帮助我，然后再来就是肢体上，好多揣摩一下老人家的动作，我想应该没有问题。无咧，我今仔也无食甜的啊。咦、欸？那不是我，不是我啦。好啦，我知影啦。他们会有压力啦，因为毕竟年龄都还不到那个程度啦。那我觉得，从戏的角度上来看，主要还是要看他那场戏里面，跟那个阶段的师姐，他要表现出来的那个魅力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更重要一些。一件事情常常因为立场不一样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双溪相亲来说，吴鹏和庆中的婚姻生活很恩爱，时常出双入对，是邻里间公认的双溪模范夫妻。恁阿公的感情吼，实在是有够好诶啦，歹势啦。啊！你吼，逐工拢来遮接伊下班，啊，搁手牵手做伙转去厝的。今仔日煞因为我，无安尼啦，我陪你转去，吼。哎呦，你安尼甲阿玲结去，结果咧，受苦的是你甲囡仔，那着爱安尼啦。来转，行啦，吼，行啦。其实我很喜欢。很喜欢偷拍就是工作伙伴的照片，因为不管是他是在 stand by 或者是在已经在上戏，那喜欢抓他最好看的一个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在 stand by 的时候，像一哥他在 stand by 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有思考，他在思考那个时候的眼睛是最漂亮的。就是我跟一哥合作，这是第三档的情侣或夫妻，我喜欢看他思考事情的那个眼神。可是我到目前好像还没有拍到一张是我心中认为他那个眼神最漂亮的。从镜头中看见不一样的观点，从演员的眼中看见不一样的吴鹏师姐。昨天我们拍的时候，师姐有来，那师姐呢，她就看到她就是我剧里的老公，就是她老公的分身。那师姐就很客气的说：“感恩你的演出。”可是。在他讲出这句话的同时，师姐的眼睛是盯着一正哥看，然后他全身是有一点内敛的颤抖。我仿佛可以看到他看到我的眼神，就是好像当年他看到师兄那个眼神一样。然后我已经看到他的眼光中噙着泪，然后一方面又要，也许有一种移情作用吧，知道我不是他的本身，但是又知道我在演这个本尊，虽然是个分身，又仿佛看到本尊那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到他的心情是很错综复杂的，那个
整个人情绪有点激动，但是又好像又把必须把自己那种情绪压抑下来。其实我昨天看到他那种感觉，一方面是非常高兴看到他，一方面是又有点感伤。嗯，听到火车的声音，我就赶快从我家里出门，在半路碰到也好，到车站也好，有时候有时间就早一点到车站接他，哎，有时候在半路接，不一定。那我就想说，我有幸演到一个这么对爱情这么忠贞的一个女性，那我想说，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工作不要偷懒，然后能够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我就尽量做好，然后帮师姐哭，帮师姐感受，帮她的思念做一些实践。我上人就摆在最高，我先生的照片摆在我这，我可能天天跟他讲话就睡不着。有的没有的啊，今天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秘密的，一定公开的，有话就讲。我很喜欢我跟我先生都连在一起，我们都没有照嘛，都连在一起，好像小孩子啊，我们都啊一直，他也很疼我，让见过，所以你要疼你的太太啊，这一辈子忘不了，真的很好啊。对，因为我昨天看到他那样子，我觉得，他看到一正哥的那个眼睛，好像在说，我看到你了，哦，那种感觉真的好难过，所以我觉得，我帮他来享受跟他老公还可以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是争吵，不管是恩爱。不论争吵，不论恩爱，一辈子对爱情忠贞的亲密身影，却因为庆中赌博的习性而染上了阴影。今天的戏是，应该算是师姐她第一次看到她老公打牌的样子。不用阿仙，好，先坐下。对啊，这样比较好。点吗？等下打的时候也可以有可以叫出你，叫我们。我们都是阿字辈。哈哈哈！在这个戏里面，跟这几个牌友就是已经大家打牌相识很久了，日常就常聚在一起的牌友，私底下应该也都是好朋友。那当然，我们拍戏的关系呢，像这几个临时找来的演员呢，那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大家会相处起来会卡卡，所以刚在这个戏一开始的期间，我就先问他们本人说，因为剧本上面只有写到其中一个，就是主要有比较多台词的那演员，有一个叫阿雄的，他直接看到你们谁都可以，好，他你扣扣扣过来的话，你就会瘦。那你们指定谁？来，阿雄啊，阿雄来，出来了，瘦。那另外两个呢，他是没有给他名字，就叫牌友一牌友二。但我想我们在一个很自然的大家打牌的当口，一定会很自然的叫出对方的名字啊。那为了求这个自然，所以在正式开拍之前，我就让大家说，来，我们先试着练习打几下，然后很自然把那些话说出来，然后会互相去叫名字，互相介绍名字，名字要叫得很熟。所以我就在开拍之前先问一下他们真正的名字。哎，有意思啊，不有。你好，你好。玻璃珠有。哦，这个白。你说。哎，好看吗？姐啊。阿水都醉了。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是这么样的敷衍的对待我，然后，感觉他对我在这个 moment 很没有情意的感觉。那。在一些拉扯当中，又不小心就碰到我的脸。回到他。今天被打伤应该是什么心情？吓一跳。吓一跳。他没有，他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我们没有吵过架。更何况这是第一次就动手。他会吓一跳，说你为什么？是自己也吓一跳，是吧？吓一跳。你个人要种下。我跟你讲，邓婷，你干嘛不接？五、四、三、二，你别管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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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拍戏嘛，总是要稍微借镜位。但事实上，刚刚我跟慧君在对戏的时候，其实好几拳已经不小心已经碰了他的脸，所以，但有时候又为了求画面上的逼真，一些角度上，所以在伸缩这个力道跟距离的时候，其实心理上还是会有点担心的，就怕真的会打到慧君哦。那还好，终于顺利完成了。不管是他是因为其实他的心痛不是来自于说你有没有打到那个脸的问题，而是你在这个当下，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你整个人是变的，你不是我认识的老公。你顶起了，来，咱继续，来往下。好，等你。来，管我了。安怎讲都讲袂顺车啊！阿忠啊，我看吼，你还是回去啦。不要紧啦，咱继续，阿紧就好啊，哦。平时严肃的庆忠，为了挽回岌岌可危的婚姻，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可以看到跳舞的样子，其实上半身很正经，其实下半身根本是乱跳的，根本是打劫的。这演戏就这样，很正经，脚上跳得很好，那脚根本是歪七扭八。没关系，我有高老师。我相信我的老公呢，就天生聪颖，一定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聪颖，他一定要上镜，有没有？聪颖，一定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有一定的水准。半小时不用，二十分钟不用，两分钟。这样是不是？好了，三分钟吧，三分钟。反正只有上半身。对，反正只有上半身。就是。No， 三二。等一下，等一下，别当偷看哈。什么啦？别当偷看。哎呦！你看这，别当偷看。好，你当外头。好啦，我来教你教。好。你看这，好，啊，你的手吼，放在我这，看这只手安尼，教我看啊。好。因为这场戏其实很重要，其实这是一场认错的戏，其实这场戏还蛮精彩的。认错再加上让老婆体会到，她原本认为不是很接受的东西，然后可以为了老婆去做一些改变，配合老婆的兴趣。那其实这场戏我觉得写得相当的好。那再加上另外一个画龙点睛，就是小孩子来看到父母亲两个人这样子一个共同合作一件事情，然后一共同的兴趣，他更感觉到父母之间那种感情的深厚。所以我真的其实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蛮喜欢这场戏的。他把很多一些重要的点都讲到了。这应该是一场会是一场很精彩的戏，希望待会我们可以把它表现得很好。来来来，来，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吴鹏和庆忠的感情在舞动中升温，只是无常的人生又将带给他们另外一个更毁灭性的挑战。今天才第一场戏，如果他情绪再这样子荡下去的话，他真的会崩溃。所以我还不时要逗他。那个靠脸，摸脸的，还有一个收眼的，对，一个说。我的对手如果做一些就是让我就那个比如说那个脸啊手摸到脸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酸的事情。你真正好啊，你真正好啊。李阳，无代无志，你是靠啥？
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的个性是，我觉得要让那个哀伤要发泄出来，就不要假装看不见，对啊，所以哭点滴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只是我今天第一场戏，我很怕那样眼睛就肿起来，哎。丽啊，我大伯子，你是你靠下了。真好啊，来，别哭。嗯，别哭啊。我们来去啊，暗时咱吃咖啡。戏说人生，我们一起看戏说人生。那有一段时间，大概十几二十年了，这段时间他每逢毕节哈，贝斯琴都会就是哭丧的一张脸哈，然后好久，大概十年左右才开始有穿一点点颜色的衣服，不然的话都是穿比较暗色的衣服，然后一直到他参加慈济的时候哦，留个慈济头。然后就慢慢做瓷器，我看他做的蛮快乐的，然后就慢慢走出阴霾这样子。这一块我是觉得瓷器帮助很大。我早上起来就先供火烧香。因为我先生往生以后，我有一个学校的同事啊，他看我一直伤心，一点，搞我喘入佛门。不要提着他还可以啊，不过比以前好多了。实际还没有进入以前，真的，啊，就是睡觉，我在走路也在笑。我到要去上班，就学家里走到学校，学校走到家里，从来都不看别的地方，就是看地下这个，一直先生走回来就去，嗯，啊，拢无看别位啊，跟他在他家里的一直等，啊，要去就一直行去，安尼好像行不符体啊，那个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我到目前为止，我得了睾丸息肉过，我说我有时候想到我自己在痛苦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对不起你的爸爸，你说妈妈已经这么久了，你还在想这个事情，我说我永远忘不掉，